干了什么好事啊？我干了一套很屌的 LED 钢铁装。LED 哇，你在 LED 大亨面前说 LED， 班门弄斧啊！用的绝对是宪哥家出产的。了解了解 ，LED 的英文是什么 ？LED 代表的是 LED emission doubt， 发光二极体。太厉害了！发光二极体叫 light emission doubt。不是 emission， light emitting。emitting doubt。对对对 ，diode 是什么意思？二极体。哦，哎呦，我来了，老兄弟，哎哇！杰哥，你拿这个二师兄哦。夜店表演，对，我也用 LED 做了一套钢铁装，然后在夜店里面做表演。哦，钢铁人嘛，对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哇，哇，哎呀，哎呦呦。没有，我要等他熄火才过去。哎呦呦呦，来来来，马特，哎哎哎哎，哇，哎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哎呦，这位小帅哥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大胃王做的，马可多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是不是吹牛的？这些道具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，好厉害。他们等就说来做这个表演，表演。那在夜店里面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秀了。对呀，还有他们不止唱，还有那个国外艺人也找你们去表演了。就说是在表演之后指定说他们出场，要 Luxy Boy 出场跟他们一起表演。是谁呀？谁 ？Luxy Boy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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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国？啊，哪一国？对不起，我其实这个问题要给我们团长回答会比较好。团长是谁？我等一下，回答之前我们要心理准备哦。他这么高壮，然后如果突然间回答，哪有？回答对，他自己会跌倒。来来，跟我们报告一下。来，团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Luxy Boys。哦，是是。啊，你们有跟国外哪一个团体一起表演过啊？我们跟全世界第一名的电音 DJ Paul Van Dyke 同台演出。哦，真的。而且他们还指明说一定要他们三个出来，有没有？是，对。那表演火的那个有没有烧到别人过？对呀，对啊，这个没有啦，这个 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是吧？安全，要特别小心。自己就烧到他自己这里了，所以自己就烧到，所以只剩这一半，搞得好像 Turn Up the Opera， 金剑啊，是吧？